刚才的对决很精彩呢，期待再次和你合作。还要再说。哎，你有小七的御灵石啊！想要小七当你的御灵，你竟然收集齐了所有天地游的纸牌，虽然只有27张吧，还完成了所有的夜灵宗关卡，虽然也才6个，但也算得上是厉害的人了。你又聪明又强壮，小七要当你的御灵，和你一起玩，一起修炼。真人，现状如何？情况比想象中要糟，神庭阵已经发动，神庭阵外侧有节节阻隔，我们无法进入。现在必须先设法将内庭中占据6处野位的气友破坏，否则神庭阵一旦成型，就无力回天了。白家领受神谕，几代人镇守边关，保境安民，功劳显赫，而如今朝廷无能，任凭凶兽肆虐，却束手无策，陷黎民于水火。天下有能者居之，何该白家为帝？君临天下，成就万民。成就万民，君临天下，成就万民。看这！
被紫金的能力增幅了自身。阵发动，六界会生灵涂炭。哥，不要再错下去。白家是天命所归。是。已经中了迷花粉，我们赶紧去塔顶。小美，你叛徒们果然来了。竟敢违逆神奇，既然如此，就收下我为你们备好的大礼吧。结束，还没结束。行。
继续挣扎吧，神庭大阵已无法阻挡。只是启动阵法之道具，先神庭大阵已启动，你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一场。即使无法阻止阵法，至少要阻止你的下一步，我还要把小秋救回来。哼，狂妄。小秋的意识真的还在吗？他简直强得过分啊。他才能阻止法阵。
我神界律法至高无上，但你现在又在做什么？次品来评判，快兵去中央平台。本尊的力量不止于此。就有了一丝意识，快！帮到你就小秋，小秋，没事，只是太过劳累沉睡过去了。剿灭魔族，天师门剿灭魔族就是人界第一大派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业，为了大业。大哥，大哥，小强，小妹，你竟敢破坏白家的计划！大哥，我做的绝非是错事。神庭镇，敖虚神尊。坏我们的计划，叛徒，叛徒，别想活着离开。大哥，小晴，
迎战神界。三皇誓约，永绝兵戎，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逃之。魔界人界都没了灵气，定是神界做了什么手脚，要断我魔族生路。炎波之威还有转圜余地，已经有神族勇士去阻止祸首了。差点忘了，你们曾是神族走狗，当然不顾我们魔族了。放肆！若非当年我众竭力庇护，你迦罗罗不早已覆亡。如今壮大后却背信弃义。信义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，别啰嗦了，滚！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，守住洞口。大人，您的身体。执行命令。是。你要谋求生路，好，那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绝路。不过就这点兵力，魔界各部众马上就到，你们挡得了几时？给我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小晴，你一切看开些。白都督他也不希望你太难过。如此观之，这才是神庭阵法的真意。神庭阵为天地双阵，我们只是破坏了地阵，而天阵还在运转。天阵，天阵不破，极下营商便不会停止。我观此阵不似是在人界发动，很有可能是在神界。奥旭施法时会确保不被打扰，神界中能让他这样做的地方唯有春姿。他是春姿拳手，躲在那里神魔也动不了他，唯我可施春姿神力能与他一战。真人，在破除天阵阵眼前，可还有方法抑制阵法？如果借地阵中的九泉之势构画一个与天阵相逆的螺旋，或许能拖延大阵的运转。只是眼下不仅缺少阵眼，我对九泉也所知不多，所以并无太大把握。况逆阵消耗巨大，恐怕依我一人无力维持。九泉的事我来帮忙，我是独仗拳手，又熟悉九泉之力，这帮手舍我其谁？桑霞氏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师父，还有我。小晴，我来帮师父一起维持逆阵。有墨晴姐助，我也安心不少。现在就只缺阵眼了，阵眼需承受九泉之力的逆向回流，若无大量灵力来疏导，阵法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崩溃。让我来好吗？姐姐。小秋，你醒了。嗯，姐姐，我刚才都听见了，这个阵眼还是让我来吧。奥旭利用我的能力发动阵法，我也可以用相同的力量帮助你们。可是你的身体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体内还残存着一些魁宇大人的灵力，我有把握。有我主持逆阵，还有墨晴与桑霞氏从旁照看，子秋不会有危险。万事俱备，我们现在就去神庭塔顶布阵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只是心里难受，不是故意不理你的，我还是想。小晴，我都明白，我会等你处理好一切，等你来做。
做我的新娘子。嗯。小秋，等下不要勉强自己。放心吧，菊姐。师姐，阻止敖虚是春姿剑手的职责，只能由我来了结此事。你留在人界，等我回来。之前我们用武灵之力削弱地阵，破天阵时应该也能用得上。再说，敖虚诡计多端，他知道只有你能对付他，不会没有防备。你也需要一个助力。我不能仅凭这些猜测就将你置于险境。可是我也承诺过，不会离你左右。好，既然师姐已有决意，我会尽全力守护你。时间无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是。是晴妹，阿尤，我和师弟出发了。月姐姐，一切小心啊！我们等你们平安回来。起阵。春姿内的灵力流动与往常不同。师姐，往日并无这五柱灵光，看来敖虚就在那里。这光柱似乎是武灵之力，武灵力和灵兽的本源相同，难怪我一进入春姿就感觉体内灵力充盈了许多。春姿拳吸纳天地浊气，化为武灵滋养神术，定是敖虚为了启动天阵将武灵凝聚。但既然师姐能吸纳武灵，那御灵术应可破之。好，我全力以赴。神树果实所造之物，到底还是劣迹难除，愚蠢至极。我也从未想过你怀有如此恶毒心思。莽夫，本尊辛苦谋划千年，皆是为了唤醒神族。汝等无知之辈，却妄图将本尊大业尽毁，这不过是你的妄念而已，不必找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放肆！取一界人族，竟可吸纳武灵之力。天地灵气散逸六界，世间众生同有同享，同生同存。你自视为正神，却依然囿于樊笼，着实可怜。汝等低劣之辈，今也只能成片刻口舌之力了。蝼蚁卑贱，才妄想平等。本尊乃伏羲天地以自身灵力所塑，
需本尊奉献此身伏羲之力，即可启程。请将自己作为阵眼。我的能力和灵兽的本源相通，此结界需我破解。来吧！呀！
阵。生存，我们就打上神界。奎玉大人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灭了你这神族的走狗。魔尊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。等什么？炎魔拳灵气已经完全枯竭，等到魔界变成大荒，大家坐以待毙吗？让你们等着。啊，恢复了，都看到了。退下。如这炼品，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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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说好相守一生的，你不可以走，师姐，青叔，青叔。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。我师弟修武呢？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。修无剑手为律犯禁，思恋凡人，然制止乱臣，求人得人，功过皆消，其原果将重归神树。他为什么在你生命即将消亡之刻，修无用共生之术将你救活。师弟，月清书，你助神界成奸有功，案例可赐引渡升仙。我
只要修武，他已还命于你，再难复生。缘起缘灭，何苦执念？我们说好的，无论将来如何，彼此都不分开。还望玄女大人让我带修武回宁树门。也罢，世事造化自有命数，但春姿剑为神界神兵，须留在神界。多谢玄女大人成全。天下安定后，天师门和白家致力于弥补过错。天师门自省，重返道心。晴妹倾白家之力补偿旷役，协助百姓重建家园。弃偶中的仙灵兽，在复生后多投效明术门。对弟子们注意甚大。之后，明术门声望日盛，拜师者络绎不绝。小秋成为了我的小师弟，他如愿得到了一只能抵抗煞气的玉灵，潜心修炼，已经去了魔界，加入天魔众。他还告诉我，玄女大人曾邀请魁宇前辈重归神界，但前辈拒绝了。我想，无论前辈身在何方，他心中之道都不会有变。晴妹同阿游一起回到泉隐村成了亲，一同致力于研究医病解毒的良方。他们常纸鹤传书来给我，还给爷爷捎来治风湿的药。只可惜爷爷已经用不到了。虽然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但我知道，只有他一直在这里，不会离开我。